游戏了，我早点灯点起来了。可是他好难哦。我深刻的记得我是怎么被他弄死的。嘿嘿，呵呵。我必须在这儿等着。上面那个很难拿勒，而且声音有点大。先把调声音，他声音真的有点大。这个会跟着我跑的，那有点烦。我这样点，我点不到上面那一个，我怎么点到上面那一个？对啊，你看我，它会从我的落脚处开始那个啊。从我的落脚处开始变，就除非我先起跳。哦，就是我这边我必须要先起跳。起跳得太晚，哦，决定就蹲这儿。啊，不！最难的就是上面这个点，这个点过了就好。记忆如潮水般左右左右的袭来。吓死我了呀！啊，我要在记忆跟现实中穿梭，沉浸在任何一种状态都会使我难以忍受。哦吼，你想干什么？哎，啊！我得先去把我得派一个倒霉的小家伙去把旁边那个开了。
是有点难搞。你怎么又关门了？喂！骗子出去，哇哦，等等，哦吼吼吼吼，吓死我了！哦吼吼吼吼，等一下，我想想看这个地方我要怎么上去。也许我应该从这里上。我要到上面去点那一个。
好吧，先跪一下吧，先骗一次出来再说。我没点到，哇！而且我还把这个胶引到这一层来了。也是好事。好，接下来我就只要冷静的。我看到自己在不同的思维维度中跳转解体，消失，重现。喂，哇，冷静一点，你别过来。Oh no！别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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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别过来！我这个游戏还没打完，你忘了吗？我这个游戏我还没打完啊。我们那时候因为就突然不想打他，所以这个游戏我们就没有把它打完。拖延症导致啊！没有，因为没办法，因为那个昨天那个游戏太快结束了。就是趁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就真的就过关了嘛。不是，我好歹我刚刚还解了两关。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 ！Oh no！ No！
天哪，游走在生死线上。我等一下再去下载新的解谜游戏。啊 no， 太急了。我现在还是觉得点击解谜游戏最轻松了，其他游戏都好累哦。点击解谜游戏不用动脑子，也不是不用动脑子。啊，好烦，为什么一直追我？不要再追我了呀！一直追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吗？哎呀，好讨厌啊！太靠近被他发现。咬我啊，笨蛋！我，啊，真的有点手残。可以理解的吧？哇塞！这不可取，所有的怪都在我前面了，这个我怎么玩？所有的怪都来找我玩了，这叫我怎么办？Oh my god！咬我、啊、笨蛋。哦，别过来。哎，这怎么我根本就走不过这条路。这一关最难的环节肯定就是这一条天堂路吧。哇，天堂路。天堂路不闯过去，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活着上楼。我现在连上楼都做不到。你看，我觉得我不能让他过来，我让他过来我就那个，我后面就很不好走。我觉得我跟他们最好是保持一个温和有礼的距离。Oh my god！ 喂，追不停了你，不要太过分了你小子。喂，他竟然在这边等我。竟然在这边等我，你敢信？啊，漏了一条小缝。尽量在不引起他注意的情况之下。好难哦！然后有一个点，就是你把他们引开他们原本的驻扎的地区以后，他会换地方跑。所以我先把这个引过来，然后我就可以甩尾摆脱掉他。理论上是这么说的。但是得先，我如果可以甩尾把这几只都引到边边来，
在缝里了。但我觉得这么干是可行的。哇塞！啊，刚好踩在他身上。我要记得每一只在我在转换之前的位置，这样我才比较不会被咬到。咬我！啊，我们弄。咬啊咬啊来咬啊咬啊，我笑你咬不到。呜呜呜呜呜呜呜，哦 no， 可以的。我现在觉得我对于斗这两只家伙，我现在觉得有点有一点点心得。我先把这只彻底的引到外面来，让他别给我之后的工作添麻烦。好，我把这家伙引过来。哇塞，他追过来了！啊，太靠近他了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做到的。看他们。一个帅气的甩尾啊！我觉得我先到安全区了，先让我在这里苟一下，让我在安全区苟一下。Always awake， 那是干嘛的？也是解谜吗？我觉得你的游戏跟我的愿望清单其实重叠度很高诶，你有没有感觉？我好像得要先按下面这个开关。这什么状况？Oh my god！ 等一下。我要先把这个踩下来。
不行，办不到。想我想一下，这样子，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这个办不到啊。我觉得我办不到啊。我怎么可能？就他这个变换的时间，怎么可能够？我不信呐！怎么可能够嘛？他的够是对手速正常的人来说够啊，可是我跟一般人能一起比吗？我想想看顺序应该是怎么样的。首先我们要在这个上去的途中，要么是两个一起上，可是两个一起上我觉得时间 不可能够，所以可能是不可能啊，他没有办法停一半啊。没有，这个游戏没有所谓的停一半的这个叙述，没有。其实我们现在是要让它在我们上升的过程当中，从这边，我看一下，光是这样就很难了，我光是要抓到这个跳上去的时间就有点难。这我怎么可能上得去嘛？要抓住，不可能啊，这怎么可能办得到？我们可能要抓住他下来的那一瞬间，不行啊，这样不可能啊，我想一下。
也没有办法，就是在也没有办法是看到他之前先开开关，这个也没有办法。在他关过来的一瞬间，那就是要引这个家伙过来开啦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只能这么做啊，就一定要引一只家伙过来啊。还好这个是擅离职守的这家伙。哎呦，还好他们是擅离职守的家伙呢。我看看他会不会乖乖的按这个开关。好像会。那我们可以再。那这边也需要一只。快点，我需要你们的协助。快点，小怪物们！小怪物都不知道被我骗到哪里去。这个会动哎、欸，好，哎、欸，现在该我上不去了是吧？等一下，哎呦，让我上去，大哥！啊！算了，认真一点，我慢慢跳。等一下。下来，放我上去，放我上去，放我上去。我上不去，不会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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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里好像没有办法直接上去，我好像就是一定要从那个，我好像就是一定要从上面跳的样子。啊，可以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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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的啦！啊失手了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！啊哈，不要这样！啊哈，跳不准。我觉得它上升的时候我比较好跳，我觉得我要跳它上升的时候。
可是这个节奏好像只能跳到它下降啊。我过关啦！后继什么东西？我在我们破旧的花园里。不知名游戏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们明天礼拜几？明天礼拜四。我们明天再开一个游戏吧，我看看明天开什么游戏啊？明天轮到哪个号码 ？IJKL L 的话，我手上还有一款点击解谜，好吧，明天也来玩点击解谜吧。明天那款打完以后，接下来就是你们推荐的那款 MYTH， 明天我们玩一个点击解谜，然后就下礼拜吧，下一款我们就会玩那个 MYTH 那一款，就是。有人推荐的，就你推荐的嘛，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啦。你说的倒是挺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。但是我是一个完美的破关到这里，这应该是刚那一关吧。好啦，那我好愉快，好，那明天见，拜拜。